十岁的张导简直太会了吧，不仅带着小三十一岁的娇妻和三个儿女三亚度假，还戴着墨镜抱着吉他制造浪漫，当真是人老心不老呀。看到一家五口其乐融融的画面，真是幸福满意。最近张纪中每天都会分享与家人的幸福日常，前几天他还晒出了与杜心凌的情人节大片。虽然已经年满70岁，但是张导的心态确实不输小年轻啦。因为31岁的年龄差，夫妻俩经常被吐槽，但是两人却用实际行动打脸了流言蜚语。老夫少妻的甜蜜，也是让不少人羡慕了吧。